张震岳在2018年与老婆登记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子，鲜少透过社群分享家庭生活的他，19日竟只晒出与老婆的合照，文中也写到自己和老婆很少合照，表示因为他很贪玩，所以常常忘记要拍照，再来就是自己很不会拍照，拍老婆时都不好看。随后提到前几天两人就互相叮咛对方在喝醉前一定要好好拍照，不过自己还是没有做到，反而一直吃槟榔。贴文一出，张震岳的老婆立刻成为焦点，不少粉丝纷纷惊呼老婆也太漂亮了吧，两人的合照太可爱啦，更有网友说到太过分了，嫂子这么漂亮居然还常常忘记拍照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呢。Bye.